实业家兼慈济之工的黄国荣召集人手，带动更多善心人士一起前来付出，成为前线医护人员的助力。前线医务人员，他们是以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人民的生命。有这个善缘呢，能够结合到慈善团体，我们共同一起来完成，把爱心献给前线医务人员的，散发出更多的正能量。无论是人力、物力，各大慈善团体把握因缘，汇聚善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支援中央医院。大家呢合在一起做，这样我们就知道哪一个去找哪一种物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帮到医院啊！能把这么多股力量集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多人的力量是不同，一起团体的力量可以帮到需要的人，多多少少最要上有点心。非常感动医护人员，他们每一天需要面对病毒的威胁下，他们依然去执行他们的任务。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关心，让他们知道背后有我们这一群人的支持，一起同心协力去付出。除此以外，来自宏盛集团建筑与发展创办人及董事经理傅明科呼吁大家加快脚步，人人献出爱心，利益人间大力量。一个人不能做什么，整个团队才能带动，不是要募捐，我们就是要募心。这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关系到你跟我，大家都是有份，希望的时候说我们可以响应呼吁，影响我们邻近的人。带新闻王哲伟马来西亚报道。